Master Cheng Yen Ramna Choche. Most Tacloban are Catholic. They need their faith and spirituality, especially during this time of disaster. Your church is the pillar. You were asking, would it be enough to complete the restoration? We are going to support you until the completion of your church. 看到了菲律宾啊，这样的圣婴教堂呢，从去年的11月8号海燕台风啊，损失的可大呀，灾情很重。那个时候，我们也想让他们赶快恢复，也是向他承诺，你赶快恢复吧。啊，你能募多少，有多少人来帮助，那就多少剩下，就是呢，这样的实际能帮助的就帮助你。就开始，神父呢也都很用心啊，就赶快全部啊，一直到了差不多1个多月前，神父以我们的慈济人回来进社里，神父所表达的说，他已经很尽量在劝募，可是呢，其他没办法呢，所以呢，我们就说，那你什么时候要恢复？他说他的希望啊，是在圣诞节可以呢，在里面做弥撒。啊，我听了，就跟我们的慈济人菲律宾的哈，我就说，我们能帮忙的尽量帮忙，让他呢在圣诞节可以做弥撒。那就这样，已经看到了，这教堂呢很庄严的修复了，而且呢，真的也是可以在里面做弥撒了，看到了吧？这样的爱的能量啊，还是呢，在这里祝福，在这里弥撒，在这里呢，安定了他们的这个宗教的信仰。宗教是一个稳定民心的，人有一个正确的信仰，人生才不会呢散漫掉啊。所以一个宗教对人民，那假如是正确的宗教，对人民呢是非常重要，安定民心，那让他们的社会呢会更安定，尤其是灾难过后的更需要呢人人呐有反省的机会，要有忏悔的道场，要真正的呢反省自己，忏悔过去，要有至诚的虔诚 的期待的祈祷，有未来的好人生，这都是很重要。也看到了台南的那一位黄居士吗？哦，过去的人生啊，天天最忙忙的都是到了3、4点是凌晨回家。我讲较早你暗时啊，哪都袂用。暗时啊，拜方面就袂用得啦，啊，就啉酒啦，都啉三下，我准备转困难的尔。
啊，只是睏醒这个时间要出来吃饭啊。哦，我车费都差一点点啦。现在呢，透早出门啦，开了环保车，大街小巷啊，安尼说，安尼修哦，他转身一变呐。以前都是喝酒丢这样的玻璃瓶在店内的人，现在呢就把这一些玻璃瓶呢瓶子哈都回收了，每天呐收一顿半的玻璃瓶呐，你想这样的一个月啦是几十吨哈的玻璃罐呐。囤积如山啊，这人人都不要的东西。他说以前呢，闻到酒味呢，是又甜，很甜美的哈，很陶醉在那里的。一日无酒无肉呢，很难过日啊。但是现在呢，家弟弟咧修斋观啊哈，一个。哦，那也叫你炒哈，又臭又酸哈，那跟过去那差价最啦哈。现在呢，都是天天都很清醒的人生，天天所做的呢，都是为社会、为地方、为大地呢，都是付出那一分的付出，无所求啊，叹欢喜哈。啊，较早呢，回来厝都红骂吼，那儿女都瞧不起。那现在不是嘞，现在呢，人人呢都很称赞他的人生。总而言之啦，同样是做一个人，我们可以被依靠的人，也不要去做一个靠人而且常被骂的人生啊。同样是一个人，那到底我们要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生吗？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用心啊，这个法入心啊，能契机呢入法，那法在日常的行为中啊，这就是真的人生。也看到了环保在屏东啊。我也跟屏东说，哎，清净在源头，屏东第一。好，因为呢，市长呢下定了决心啊，他很有魄力，跟林里长提起。那林里长开头也担心怕怕的啊，怕他们的这种有在十方人的个体户哈，怕他们会反弹。没想到哈，跟慈济人这样的合作起来，慈济人呢还为他们开课。那所以呢，这祝福呢，人人配合啦。所以现在呢，回收的个体户，这不只是没有减量。而且呢，在增加，因为回收的量哈，而且所回收的都很干净的。慈济人的一个环保站在收集的时候呢，它的量大概是占那个我们委托收集就随车服务的那个量，大概一成多一点。一成多一点而已，这是第一个数据。所以以前有人说，我们慈济人在设置的环保站，这样在回收会不会挤压到这些那个个体户？久而来，这个情形应该是可以用数据来做比对，这个应该是没有这种事情。今天我们慈济人在做这个工作，它的定位跟那个个体户的定位是不一样，个体户的定位为什么这个不要，他要保特瓶，他要比较高价值的纸张，因为这些他要的是以经济，他的个人经济去着眼。那我们慈济人在做这件事情，是以爱护惜物、爱护地球是来做出发点。我们还可以在这样的邻里中呢，发现到了我们可以帮助的人，
这都是呢彼此之间呢真的实在是发挥到了清净在源头的一个道理哈。他看到阿弥呢真感恩呐，啊，林里长呢真配合哈。总而言之呢，这样的爱的能量啊，怕道理不通彻，道理呢通铁啦，那这样的利益人群呐，保护大地啦，不都是很好吗？所以我说啊，屏东呢，这种环保清净在源头，屏东做到。真的很令人感动。